做个头部 SPA。 啊，嗯，人，你干什么东西呀？哎，李健，好久不见，哎，好久没来了，来这边请，这边坐。哎，外套我帮你放下。哎，哇，李健，好久不见嘞。对啊。今天一样洗头发吗？嗯。哇，哎，雨轩，有没有人说你的脸有点像小小？啊，不到你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讲啊，第一年。哦，没有啦。所以有没有人说你的脸有点消冰消冰的？啊，好，哦，算了算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，我们一样洗发哈。啊。好，来稍坐一下哈。嗯。有毛巾。毛巾是？哎，毛巾。在这边给你。嗯。好。那力道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好，现在那我们一样，按照惯例帮你做个头部 SPA。好。好。嗯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像是小丽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再加装一点。那我们要做个面部清洁哦。嗯，好。哎，眼睛闭一下。嗯。哎，雨轩最近脸比较脏哦。嗯。还好吧。好，那我们要做个面部的 SPA 哈。嗯。好，那我们护发的时间大概需要大概两三个小时。好，您稍等一下，因为时间比较久，你要不要看杂志还是报纸？你不要拿那个英文报纸啊。英文的报纸吗？好，拿上来。宇轩，这是您的要的英文报纸。哎，哎，宇轩，我不知道你的英文那么好。废话，我台大外文系的。哦，你外文系的。嗯。哎，宇轩，你那个报纸拿反了。哦。好，不是，我是说上下拿反了。哦，知道了，看得懂。宇轩，你不是说你台大外文系的吗？我学法文的啊。哦，还是我拿本那个法文的杂志给你。算了看。哦，好。那雨轩，因为时间比较久的关系，你要不要用点餐点？嗯，好啊。今天想吃什么？想吃那个，哎，你的麻辣火锅吧，对不对？麻辣火锅昨天卖完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要不然来个香肠就好了。哦，香肠是好，马上来。来来来，哎，你要蒜头，有没有蒜头？啊，蒜头昨天也吃完了。啊，有青葱，你要吗？嗯，好吧。青葱好，宇轩，您的青葱，谢谢。好，来，你这有戏哈。啊，对，您慢用，好，稍坐一下。宇轩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刚才记错时间了，20分钟就可以了。那随时可以冲水吗？好，嗯，好。宇轩，你干什么东西呀？啊，宇轩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你坐。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你这样香肠怎么吃的？好，不好意思。嗯，搞什么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刚好没注意，您先擦一下脸。擦好了吗？好，好，来，好，你先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这样流程已经结束了。今天总共900块，明天会付。900块啊？这边是那个1000块，不用找了。哦，这边1000块零钱吗？不用找。好，你先不好意思冒昧请教一下，这边真的有足1000块吗？你怎么这样讲话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是问一下。我佩服你的勇气，没错，里面只有950。哦，就950是不是？啊，50块两小时。好好，谢谢。哎，雨轩，下次再来哦，哈。好。好。明天再来。下边的慢走啊，下边的。回来了，你可以回来了。
香肠好吃吗？我没呛到。我唯一笑出来，你们没呛到，我没呛到，让我笑，我忍不住一直在憋笑。Hello， 美女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那边有摄影机，帮你拍，我们打个招呼，谢谢，帮你开个小玩笑，拜拜。耶、yeah.。好吃吗香肠？他们刚有点太冷静了，那我们觉得蛮冷静，蛮冷静的。前面在笑，然后香肠他们有一起吃饭。我问他要不要吃一根啊，他说不用。他说不要。这是谁的内裤跟衣服啊？你看多可怜，刚刚被喷湿的衣裤、内裤还要在这边晒干，还晒不干，今天还没什么太阳。好惨啊，谁能比你惨？谁敢比我惨啊？